主料大辣椒三个，土豆一个，猪肉200克，辅料油盐鸡精葱花，13香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把辣椒洗净切好，然后土豆切好，肉片切好，葱花切好，然后爆锅把13香葱花爆香，把肉片炒至变色，放入土豆片翻炒均匀，然后放入酱油翻炒均匀，添上适量的汤炖3分钟左右，然后放入辣椒翻炒均匀后放盐鸡精即可出锅，完成了。烹饪技巧，大火爆炒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